提拔你当家上下一百代，国立新闻网原本准点跟大家见面的提拔当家，大家好，我是阿志，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这样精彩，还是一句话，有相信你啊，你就提拔，啥事进入今日观点。提拔你个小股东，顺便故事讲一讲，毛一点的浪用班，可能这瓶就不能。主流非常登上桌，家中豪宅大家好。秋天一到啊，水果呢就特别丰富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比如说个梨啊、橘子啊。今天我们个提拔小股东，把个只成语呢，就跟两种水果有关系，一个是瓜，一个是梨。小美，你在干什么呢？师姐，我没干什么呀。今天猴子说只要做完留堂作业才能回去，你的做完了吗？我还没做完。没做完，所以趁着我出去的周末多看小明的作业。师姐，我真的没有抄小明的作业，我发誓。小美，是师姐怀疑你，可是你刚刚的行为很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师姐，怎么瓜田李下就有嫌疑了？那我就跟你讲讲瓜田李下的典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好的，师姐。唐朝文宗时，大书法家柳公权周良耿直担任工部侍郎，当时有个叫郭宁的官员把两个女儿送入宫中，于是皇帝就派郭宁到涪陵做官，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爱卿，朕有一事很苦恼，不知陛下为何事所烦，愿臣能为您解忧。郭宁是太皇太后的继父，官封大将军，做官又没有什么过失，为何如今却只能在涪陵这个小地方当个主官？朝中大臣就议论纷纷。陛下，其中缘由臣也知道，朝中议论的人都以为郭宁因为进献两个女儿入宫才得到这个官职的。郭宁的两个女儿是进宫陪太后的，又不是献给朕的。古人云，在瓜田不可嫉贤，在李树下不可扶冠，这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分辨得清呢？哦，我明白了，原来只要做了让人怀疑的事，就容易让人误会啊。嗯，领悟不错，可是你抄小明作业这个事……哎，师姐，你误会我了，我虽然笨一点，但是我很讲诚信。那刚刚那个怎么回事？刚刚风太大，把小明的作业吹跑了，我帮他捡回来，正好被你看到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小美，你的诚实是得过夫子夸奖的，刚刚师姐冤枉你，师姐向你道歉。没事的，师姐，我刚才也是在瓜田里下了，通过这次教训，我下次会做事谨慎一些。挂点梨啊，就是把一个人呢在挂点梨的不要俩孩子，要不然应该以为你是在挂个这梨树啊，不要扶帽子，应该以为你在有理智。这个真人君子啊，就应该远离是非之地。当然了，有些事也不要做得太过了。基于别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只要能做得真，心得对啊，正所谓胜之不怕养之外，亲者自亲。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欢迎大家回来。哎，阿老师，阿老师，啊，你有没有充电宝啊？充电宝啊，有，有。嗯，不过我电已经用完了。这不说了白说嘛？有没有充电线？充电线有啊，在办公室，等下我给你拿。太方便了，哎，还好是在咱们台里。我真老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啊，嘎子，你在外面，你晓得了，室内充电小方便，嗯，但现在外的又没有充电宝，又找不到充电器，你应该怎么办？这还不简单呢，现在到处都是那种一扫就可以租用的充电宝，到处都是。哎，你讲啊，姐，我们节目都精心巴结了，你要顺从我的儿子娃娃，啊？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这给我点烦，我们接下来一个网风产品，彩色屏。嗯，就是，手机没电了，哎，没地方充。对对对。这个环境也没法充电，这怎么样都充不着电了，那该怎么办呢？好羡慕。哦，我晓得，我晓得，好气死吧？好，我等一下我拿手机从一个邮箱里发的呢，哈。好好好，就管我，哎，好，拜拜，嗯。啊，背包还有8%你的脸呢？你的脸呢？哎，他发一个发文件呢，发的一波呢，没有脸，急死你呢！你看这点油哎！叔叔，这时候
想到我的功效了吧？你有学的嘛？哎呀，我有学有学的用哦。不是，那还有带通电，你身上也带太通电是不？好烦死，看到吗？啊？不是不是，新式充电宝。啊？手动的。手动的充电的。对呀、啊。这就是最近网络上很火的手动发电器了，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样子？这个发电器据说可以通过摇动手柄来发电，这样一来，如果手机没电了，就不需要到处找插头，一根数据线连上发电器摇一摇即可。或许有人要问了，那买个充电宝不是更方便？非也非也，毕竟充电宝也是会没电的嘛。据网上介绍，这款发电器可是只要通过摇动就可以自己发电，再也不用担心会没电了。不过究竟这东西是不是这么好用呢？咱们还是接着往下看吧。手机来，等等哈。几点了？哎，灯亮了，但是手机却没反应，莫非是转得不够快，电量不够？你要管下去，哈哈哈哈，又给我了嘞。你这反应都没有啊？那没有啊？这个不用啊，这个是用电呐。又累了，你上交多少电呐？你还是没有用啊，还真是。我这把其他的水手都没有用啊，晓得吧？啊？还是百分之五好不好？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机器猫。啊，不是，我打中电了，都快使出吃奶的劲儿了，这电还是没通上。朋友们，吃货成龙这么个大力士都没法发电，咱们呢还是算了吧。这个手动发电器听起来新鲜，可用起来还真不咋地，想练手臂肌肉的朋友倒是可以考虑。哼，那你幸运，搞动完电器去。哎呦，你妈裹着东西啊？啊，哎就是鸡肋。哎呀，你要是我呀，绝对不可能用这个的。搞西哥，其实个东西我一个人晓得，基本上给那是包用的，但是没办法，好歹也是个网红产品，鸡肋是网红产品，我们就好上次年初给大家一个交代。哎呀，现在的网红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有拿不准的网红产品的话，给我们包办。就像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接下来是民族啊，啥剧？豪宅段上说，新亚要弄个搿只宅，绝对是只豪宅，好多人都会喜欢家。哎，但是有些人呢，躲都躲不上，喜欢家搞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家一个都不能爱。哎，到底是谁的私宅里搿只宅？大家都来管管。粗粮肥肠需要的原材料有：卤好的肥肠、生姜、大蒜、紫香米椒、大蒜叶。你看哈、啊，我们现在肥肠呢已经是处理过了，但是呢，我们就是真正外面买回来的是买卤的还是买没卤的哈？一般的话自己吃的话就买那个新鲜的大肠，然后回来自己处理一下，把它洗干净以后，然后用高压锅压一压，放点白酒啊、葱啊、姜啊，去腥啊，对对对。那像这个，比如说卤好了以后，我们现在第一步要怎么样？切好一个改好刀以后，我们就留在旁边备用，把小料切好。小料切好。对对对。先要开始炒了，是不是？是的，是的。好，直接就开始吧。这个肥肠油少放一点，然后下这些小料，有生姜、大蒜、紫、小米椒。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辣椒。煎香这个小料以后，我们就下这个肥肠了。这就是一边翻炒，让它把那个油稍微煎炒出来。它里面就有会煸出油来。对的，对的，对的。肥肠多少都有一点油在里面。先看我们的肥肠呢，这个颜色是这种红红的。哎，我来问一下我们的大厨，它颜色为什么会红红的？红红的时候，我们卤制的时候放那点红曲米让它上色，这样的话炒出来就比较亮一点。这前段时间呢，刚寻味江西回来哈，在这个吉安呢，他们就很喜欢用这个红曲米烧肉吃。但是你竟然就拿这个红曲米烧。肥肠，这也是你的一个创意，对不对？对对。确实出来的颜色跟普通肥肠就不一样。是的，是的。那
量很多，看过去更有食欲。当这个肥肠煸的差不多好了的时候，油出来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放一点酒，我们店里是用的啤酒。嗯，除了啤酒还有什么酒可以？可以放点白酒也行。都可以。对的对的。放啤酒也很香。哎呀，啤酒下锅增添风味儿，之后来一点点老抽上色，生抽提味儿，蚝油增鲜，翻炒均匀。加水时刻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润甜脆天然含硒矿泉水。好，加多少？半勺。好了。调味要一些白糖、鸡精、胡椒粉，下锅炒匀。起锅前下入大蒜叶，翻炒均匀。说起这个最重要的哈，醋溜肥肠，这个醋什么时候放呢？最后出锅的时候放。就是现在了。好，要多少？好。好。醋溜肥肠口感劲道，蒜香开味儿，喜爱肥肠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肥肠这样就做好了，这道菜哈吃起来真的是，然后带点这个开胃的这个酸，然后呢吃起来真的很香。对对对，一点没吃到那个肥肠的味道。这个肥肠的话，你处理的话一定要处理干净，然后就是说，就是出锅之前记得要淋上醋，因为什么要最后放呢？放早了这个醋味是散发掉，你就没有那个酸味了。对对对，最后放的话也要增香。的味这个作用对对对对，是不是？好，其实呢，我觉得做菜哈就是要讲究步骤。是不是？是的，是的。你像在咱们今天这个大厨就已经强调了，这个肥肠处理好去腥，然后最后放醋，这道菜一定会好吃的，是不是？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张大厨，那今天他教大家的醋溜肥肠，大家都到位了吧？醋溜肥肠，哎，刚要弄呢，就会前头非常重视带给它是香的，我见到你都会接受，多加两块也会不高的娘。大家好，为了时间在屋里也弄一张，还是亲眼给他再弄上了，请他在哪个双面双领。大家好，我叫王玉香，我住在风化萨区，我希望地保当家送道菜给我婆子吃。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爱心地，我是美食使者琪琪。那么今天我们要送的这道菜呢是肥肠，在琪琪手上。咱们今天这道菜哈是王阿姨要送给公公婆婆的，听说他们婆媳关系处得特别特别好，我们现在去他们家看一下，走吧。王阿姨好。Hello， 你好，来我们进来。我们现在来到了王阿姨家，奶奶也在身边。奶奶贵姓呢？姓秦。姓秦？姓周。哦，姓周，周奶奶。这样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聊天之前，我们先尝菜。这个菜是热的，刚刚烧出来的，来看一下好不好吃。来，怎么样？好吃。好吃。嗯，味道也好吃。味道好吃。嗯、平时王阿姨在家做饭呢？做饭的吗？做饭呢？做饭。那这个处理肥肠，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的方法？我就是就跟我们普通羊肠炒嘛，就是。那处理洗肥肠的时候呢？洗了拉在那个杆呐、啊，就是剪啊，那个拉在剪嘛，跟拉在这飞面上刷一下，放那个盐呐、啊，它就去掉它的味道了，对，是是去掉的味道就。好，那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哈，王阿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奶奶送到菜吃呢？奶奶是婆婆，对不对？啊、对对对，是婆婆。嗯。因为婆婆年纪也好大嘛，那他们都快90多岁了，他们平时也对我们很好。我儿子从小都是他们带大的，一直大在带在读书，上大学都是他们。带了多少年啊？就是大概。就是小时候一直在他们这里带，就从小一直在带到大学，都在读书，一直在这里边，就是这样的。王女士说，婆婆年轻的时候一直帮着她带孩子，家务活也几乎是全包揽。现在婆婆年纪大了，自然也应该对她更好。你们应该是相处了30多年，三十多年有没有什么闹过不开心啊什么的？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疯过脸，
从来没有红过脸，真的是不骗你的。嗯、我的还一个上原来还一个那个老奶奶的，她对我们都相当好。嗯、那您觉得这个婆媳相处，我们没有杠啊、嗯，就这样的，就是没有隔阂。嗯，没有隔阂，真的是蛮好。那您觉得这婆媳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这么像你们俩这么和谐呢？大家都互相让呀，什么骂服点什么，就这样的。你我们南中啊，就不是以孝为先了、啊，是这样的哈。就大家都互相谅解啊，这就可以了，晓得不？反正我性格要改了，我的婆子给也好，哎，对，这好忠厚、好老实的，就这样的。有人说自古婆媳姑嫂都不和，其实这不是绝对的。婆婆和媳妇儿虽然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只要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和谐生活，那婆媳相处也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样的愿望，希望咱们美食爱心地替您实现吗？如果有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16800，我们尽力给您完成。麻烦点事，给句话话道，这些婆媳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啊。都是一家人，出发点都是一样。其实做人做事都应该马虎点事，就像我们经常话的，懒得糊涂，老人呢没有烦恼，更多快乐，幸福指数也就更高。如果给这片金黄的稻田取个名字，满城尽带黄金甲，绝对比电影好看。笑弯了腰的稻穗旁，便是成群的樟树林。这里每一口空气都是甜的。走过丰收的稻田，就是进村的第一座石桥了。流水潺潺，花草飘香，还有几只白鹤停留溪水间，好一幅生态田园画卷。上面就是竹林了。村里人说，穿过竹林，曾建有一座书院，因走出过十个进士三个举人，成为了当地人心中的吉祥之地。如今书院改成了凉亭，这里便成为了孩子们快乐的象牙塔。翠竹掩映，沿着竹林往下走，百福廊映入眼帘，迎福、纳福、惜福，楼下人用一颗感恩的心沉淀着整个村子的祥和太平。而在不远处，一声清脆的钟声唤醒了400多年的回忆。老爷子，这个钟很有年代感呢。多少年了，报修了。一座文献方承载了整个村子的薪火相传。彭德怀旧居。听老一辈讲着过去的故事，既刺激又感动。穿越时空，在这里与红色历史对话，抚摸着见证荣光的老物件，才明白原来美好生活是这么来之不易。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在安福，幸福的村子可不止这一个。新安村是安福有名的小康村，这里的村民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以瓜果种植闻名全市，以乡村旅游富裕全村。哦，那个好，这个就可以吃了。那个可以吃，那个好玩。哦，拿走拿走。大哥，你们种这个西瓜挣钱吗？哦，你别看这个瓜小，这其实是我们村里的摇钱树。嗯，我们村老表一年的收入就全靠它了。瓜果大棚的一侧就是亲子采摘区了，每逢节假日或者周末，带上家人，约上一两好友，来这里吃饱喝足，还能尽享田园风光。走过新安路，又到了幸福路。走在安福的秀美乡村，处处都是风景。这是一个上好的樟木箱，你知道吗？它就是用我还有我的家族同胞们做成的。自古至今，庐陵老表就有养女儿栽樟树的习俗，待到女儿出嫁，成材的樟树做成了雕花樟木箱，又叫做女儿箱。有村就有樟，无樟不成村。我就是一棵闻名全国的庐陵樟树，来自江西吉安的安福县。在我的家乡，
有我们家族同胞11万株，其中啊，400年以上的樟树爷爷8700位，1000年以上的祖爷爷有100多位。你想都想不到，还有4位老祖宗，他们的岁数高达2000岁了呢。南北朝的时候，县人王福在他的《安城记》中，把我们的家乡安福描写成了一个满目苍翠的樟林，一个神奇之地。我老爷爷、我爷爷、我叔叔，都是以住樟木乡为生。我现在传承了这么技艺，住樟木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是否要登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山。我们现在就要登山了，杨师木的景区最高峰有1766米，要走上去那是不可能的，跟着我一起上缆车吧。坐上缆车，通过这根索道，我一路向着杨师木的心脏前进。透过缆车的玻璃窗，万丈深的峡谷尽收眼底。在缆车的车厢里，我感觉杨师木是温柔的，眼下的一片碧波把我环抱在怀里，人和大自然第一次这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哇，这里真的很高呀，不过我可以看到下面这些山脉，觉得还是很震撼。从缆车上下来，我们乘着游览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此时的杨师木像一幅画卷慢慢地展开在我的眼前，每走一段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这条栈道叫凌云栈道，全长4500米，一路上可以看到杨师木的秀丽与险峻，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还能看到云海哦。走在九曲回肠的栈道上，每一个弯道过后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站在观景台更能感受到杨师木的壮阔。四周挺拔陡峭的山峰都被形象地命名为石笋峰、姐妹峰、蝙蝠峰等等，景区内著名的两峰、五福等象形石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与中国传统的福文化不谋而合，处处彰显人们对福的追求，所以杨师木也被称为是中国福山。这里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据说杨师木的空气每立方厘米中含有7万多个的负氧离子，这可是国家标准的35倍，说这里是天然氧吧，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由给大家把在今天的国立新闻网五点半准点奉献的提报通告扫描零码放录音码，好，在手机广告来广告才对他对我们的节目明年还是老师干阿子等待大家，拜拜。方便面牛肉这样就做好了，说起来这道菜呢也算是一道快手菜了、其实做菜真的很快，那有什么关键需要注意的？关键的话就是这个牛肉，就是要买那种牛里脊，这处理一下的话就口感更好，比较嫩，比较嫩，对啊，对的。然后就煮这个面条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煮得太烂了，太烂的话它口感就不好了。像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面条刚刚就是变软断生哈、就可以。